常性咁咧踩住個波嘅，啊，咁咧有一個好處就係如果咁樣啦，你會個平衡就會鬧翻，所以其實唔使經常性踩住個波嘅，只需要佢同我鬥力，我控隻手，我啲擋住嘅時候咧，即係嘅時候咧，佢如果唔係想搶啦，我啲攻埋嚟啦，咁嘅時候我先叫佢嚟我啲，我啲身體點都唔使，不斷咁樣踩住唔使嘅。我想回答。